在这画面中，救生艇筏呢，我们是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电学磁生电的原理，磁铁在线圈内来回切割，产生电流。而我们利用微量的电流来让装置在救生艇筏上的 LED 灯泡发亮。接下来我们介绍救生艇筏所需要的材料。在红色这部分呢，是机匙开关内的线圈。那黄色这个呢，是吸管。而吸管内部呢，我们现在装置的是强力磁铁。那黑色的这个地方就是内胎，而这透明的部分是帆布，这是用来阻挡雨啊或者是海水的地方。然后线圈和磁铁则是用来切割磁力线圈来产生电力，让灯泡发亮，用这边集热铁丝到这边。传上来这边，让使 LED 灯泡发亮。吸管用来维持磁铁的来回运动。我们的功用是说，今日商船遇难，将救生艇筏释放在海上，会与海浪起伏，而内部的磁铁开始运作，来回切割磁力线圈，将电流传至 LED 灯泡。从这边传至 LED 灯泡之后。使 LED 灯泡发亮，好让我们增加救难的机会。